讲话，居然不知道你在干嘛，又不会多大声，小声一点。活该！好啦，好啦，开始用啦！哦，我饿了，音你调最大声。哎，看外面啊，好晃啊，这个，它好晃，我往这边。等一下先去玩那个云霄飞车，吃了冰淇淋，我怕你。没有，但是真的我也不会怕我，真的不可怕，我跟你保证，就只是晕，不会晕，真的不会晕，可以晕，不会，因为那样是高速嘛，感觉会有高速压缩。这个，我不是说这个吗？我问你说是不是想要玩这，然后你说。